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始。10月30号晚20点播出的江苏卫视《快手1001夜》，近40组的明星阵容一经推出，便引来了全网的点赞。绝对清一色都是唱将级的神仙阵容，当然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搭档组合了。今天江苏卫视也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正式开启了明星嘉宾之间的惊喜配对，官宣了周深加朗朗和容祖儿加毛不易的这两对惊喜组合。周深加朗朗，灵魂歌手和顶级钢琴师的精彩碰撞，一位是嗓音空灵的歌手，大鱼、梅香如故、愿得一心人、水形物语等均是其代表作，一位是顶级的钢琴师，在江苏卫视五五盛典之上呢，一段四手联弹带来了绝美乐章，遇见千年国乐之美，二者相遇必将带来千载难逢的听觉盛宴。此前在一档节目当中，实力歌手周深和顶级钢琴师朗朗曾经惊喜上演神仙合作《幽灵公主》，空灵哼唱加上抒情钢琴的演绎，又是让耳朵怀孕的系列，再次印证了两个人不凡的实力。觉得还没有听够吗？快手1001夜的晚会之上，周深朗朗将再度携手带来更加惊艳的作品，容祖儿加毛不易极具新意的混搭组合。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创意混搭一直是江苏卫视晚会的一大特点，历年来都打造出了不少出其不意的组合，成就了华语乐坛难以复制的经典。在快手1001夜的舞台之上呢，也再次迎来了这样一对极具新意的混搭组合，那就是容祖儿和毛不易。容祖儿是名副其实的实力唱将，先后带来的是《灰的翅膀的女孩》呀、《小小》呀、《天窗》等经典歌曲，刚一出道便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的最受欢迎新人奖的金奖，之后呢更是多次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星，多次加盟到江苏卫视顶级晚会的毛不易也有着不凡的唱功及创作能力。今年江苏卫视618的晚会之上，他和秦海璐的合作演绎仍让观众们领略到更加婉转动情的凤凰于飞，不知道此番两人的混搭组合还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创意演出呢？周深三档节目蓄势待发，之前我们谈过过今年的双十一的狂欢夜，今年的狂欢夜为了造势还特意组织了一个艺人阵容猜测的环节，不过如今终于官宣了，正如大家所料到的，那16件白 T 恤果不其然就是周深了。至此疯传的有周深参与的活动终于都尘埃落定了，包括本周在内的未来几周大家都可以看到有关于周深参与的活动哦。首先是江苏卫视和快手联手打造的1001夜的晚会，时间是10月30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晚8点，合作的嘉宾是朗朗。第二个是王者荣耀5周年的庆典，时间呢是11月1号，也就是本周日晚的8点，周深将要合作的嘉宾是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毛威涛。上一次周深出演到王者荣耀呢，是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总决赛的中场活动，当时周深演唱了《微光海洋》和《影》两首歌曲，本次能够和粤剧大师跨界合作着实是让人兴奋的。话说呀，周深在戏曲的字面还是小有造诣的，粤剧、京剧、黄梅戏、评弹等等都是可以演绎。第三个是周深确认再度出席快乐大本营，时间是11月7号，也就是下周六晚的8点20分，合作嘉宾呢是凤凰传奇、黄明昊等。上一次周深参加快乐大本营是在今年年初的事情，当时演唱《芒种》和《左手指月》两首经典歌曲，这次好歌加上游戏一样也不会少哦。期待看到周深更多的官宣活动，你是否同样也在期待当中呢？千万不要忘记定好闹钟哦，定好闹钟不要再错过了。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出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